今日台湾音乐会介绍这位是有一个别号，叫做人生歌王。啥那叫做人生歌王呢？因为一生充满传奇。哦。对哇、啊，伊进前咧参加咧作秀的时候，哇，人山人海，万万万呐！啊，你那出来心底位个算有条。哎呦，那还能再出？啊，今嘛你看今嘛唱片，这样你还无进去一个我都出唱片。他的一生真的是传奇，在我们国内呢，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，也是讲我上该尊敬的。是。哎、欸，不论伊的做人，还是讲伊的内心，拢是充满着传奇的色彩。尤其这样多年的歌曲，我相信陪伴真侪朋友，对你少年时代，甚至我囡仔时代，一直唱个真，听个真，拢一直感觉哇，伊的声足特别的。我们一起来欢迎叶启田。静姐你好，你好，大概哈，你看我来呢出场要介绍我哈，介绍我刚才用要拍摄起来，用要恶化起。没啦，都多好尔啦，我个今介绍无够呢。是啊是啊，我只是人会当介绍你，我感觉足荣幸啊。
你敢知啊？我每摆来听你唱人生，尤其今仔最近我的心情，听你人生唱完了，我心情就感觉悲壮起来。我想到滚滚的黄河，那浩瀚的长江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，我来这跟这没关系啦，我蒙眼啊，但是真有关系。不过老大，最近你这对了爱丽美蝶就你很红，哇，就推出大家就很喜欢了。最近 KTV 开始在流行啊。啊，当然，做做的人、做怪人，做了那袂歹啦，哈。对啦，恁两个合作了袂歹啦，哈。但是唱的人太重要了。哦，一定爱唱了好啊，当然啦，是啊，我是啊，我有伊拢倒贴你，唔知，我惊伊唔好唱，拜托你到规三工啊才好唱，唔知。这一个倒头讲。听到哪讲？唔知是咱国内啊，我记顶段时间哦，喺马来西亚，你讲伊想要找一个台语歌的演唱会，啊，超足侪人哦，尾仔就是无超到伊去，所以迄场演唱会都无办呢。啊！你哦，听讲因为总统为着你这代志，怎啊落台了？你知影？真正有影。讲实在，有影至少三年四年中间吼，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吼，逐年拢叫我甲联络两三摆啦。啊！你想到那拢无爱去？哎，卖个电，卖个叫我，就知影最近你也无介好啊，对不对？你今物谈？是，我你讲迄场我冇去呢，啊，就是因为你冇去，我拄啊强 cancel 掉。你看咧，你看卖你啊，冇去呢，啊，就是因为你冇去，我拄啊强 cancel 掉。你看咧，你看卖你啊，你一个人演讲这种人，你知道？叫这侪人，就是因为你无去，所以大家拢拢去袂成安尼。不是用 cancel 掉了，听讲无办啦。啊，因为你无去，我办袂起来啊。啊，台语歌你太重要。其实他现在啊，越来越好像返老还童，已经嘛越来越可爱。那么介老啊？他在我派咧呢，是。哎呀，就派哦，留留了，咱性格就派。跟你赶快呢？哎呀，我袂啦，我来看一下，惊到我比较改变。改变。伊哦，你人家性格派，所以伊最近听讲肝啊，够严，改改听。我最近哦，肝指数个偏高安尼啦，对，外公还放较轻松，像你唱的人生同款呐。你放心，你免烦恼，真正来无多，我一半给你，我关一半给你，没事。没啊，心肝只人用一半的感情卡袂散。这前天哦，那个制作单位哈，就是打电话我，哦，讲阿伯啊，叶大哥你哈，哎，下集你甲郑经理合唱三集啊，今麦下集甲蔡幸娟哦合唱，我知影啦，我知影啦，你今麦甲我唱歌，我知影你腻了啦，你腻了啦，我就知影啦，你今麦已经对无？阿伯是跟我跟你唱三摆啊，跟我唱一摆是安怎啦？这几张啦，一摆了我袂使唱一摆，无我会食醋。我咧讲，我阿官啊足够唱，我是惊你介唱你会赞袂掉。真正伊吼，阿这会使讲吼。国语歌、台语歌、古日本歌、英文歌，吼，唱较像了，真好。啊，主要是吼，啊，这台语歌哈，啊，国语哈，国语歌伊拢唱了较像。我来双声带，我来较像了。我过来讲一下，我就是我改这个什么，我痛苦，因为我改唱歌足痛苦，因为太高唱，我拢唱输，所以你替我报仇者，下面好歹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歹看者，可以讲出怎啊，唔敢去唱歌，好不好？我尽量啦，哈。跟这条歌，我嘛感觉袂歹。哎，什么歌个？哎，这初段的日记。这你两个刚才无啥，你应该唱《黄昏之恋》你讲。黄昏之恋啊，这条啊，绣花舞这个小调啦，哎哎哎，对，有点这个民风，民谣。你听看麦就知，我刚刚那个叶大哥哈，我静静听到，哎，介伊所唱的遐什么人生呐，遐歌婉转无讲理哦。你讲，你介唱爱注意，不是教我，我是也是对不？你牛我，我唔是讲你，我让你欺负吧，今这个未使你，唔是。好了，我知呀。啊，我卖唱，今日卖啊，卖唱好啦，来介温书文卖唱啊啦。好啦，啊，你放些去唱歌嘛是同款啦。每一个歌星唱的唱法不一样，对了，咱哦，不是歌星的人，碰时也会去唱卡拉 OK。咱唱歌吼，不是爱唱功，真正爱足好诶。咱唱歌是唱啊，家己听呢吼，甲情绪唱起来，感情唱出来，安尼发泄一下，足爽快。你两个人唔爱合唱过吼？唔爱。哇，好，所以我就期待你知，我就爱听伊歌。今天有耳福啦，诶，伊讲俾初恋日记，初恋日记。来，我们来好好欣赏叶克典、蔡幸娟。下边来接头啦，边来接头啦，下边来接头啦。哦，我这上好的朋友，我咧吼，亦师亦友，我咧吼。好，来，你好，今天你好，咱而且吼，我唔是咧讲什么啊，我拄啊听你这种的朋友情，听甲把屎尿要流出来啊。现在做朋友的，你乃安尼对待我咧？我怎么感觉你这样做虚伪呢？是安尼做朋友情，哎，你朋友情听甲红感会感动，这高唱，是安尼做朋友做啊这歹。叶大哥，你检讨一下，你奈何？真正检讨，你敢知影我对你的情？啊，不是，我你敢知我对你是啥物感觉？你嘛做朋友呢？我每摆若出国时阵，若是拄到好食的，还是讲看到水查某有机会时阵，我头一个想到你，想到讲你来遐歹名拢无。有影，啊是安怎啦？不是啊，就听到红感会感动，这高唱，是安尼做朋友做啊这歹。
你阿哥，你检讨者，你奈何？真正检讨，你敢知影我对你的情，啊，不是不是，我你唔知我对你是啥物感觉？你嘛做朋友，你我每摆若出国的时阵，若是拄到好车，还是讲看到水查某有机会的时阵，我头一个想到你。就是讲你来遐歹命拢无，有影，啊是安怎啦？不是啊，不是啦，你讲好朋友，你讲我结婚啦，但阿官老去。我听讲吗？你在哪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还我去庭院深深，你在哪里？你不得过来吧？是不是？唔对，我是无去，但是我甲郑俊一，哈，我两个事哦约束。我无娶，伊嘛未使娶。啊，那伊咧娶某，我讲你，啊，即个就是太生咧，对无吼？哦，啊，你是，你实在，啊，你，无啦，你讲讲，无，还是当初我是讲你个无某啊，我就同情你，我是甲你讲啊，但是人的生活会变啦。没有，我甲吼郑经理确实呀，两个吼确实我真好的朋友哈。对啦，你看，你做恶心的啊，意思，来，咱讲意思意由啦哈。大家等一下，你看咱做恶心的呀。我讲啦，讲实在。哦，这是我，不是啦，这是我袂参加，真正有夸张啊，都是拢开玩笑啊。因为吼，我吼啊，人选举我共做总干事啦，吼，代表会主席啊。你有听无？你有听无？咱就摆后边啦，咱就总干事，咱迄个选举比咱较重要啦。这大家一听就知影，别去解释啦。无啦，不是啊，这是啊，我红包嘛是有包起啊。啊，你得着啊，你得着啊。派陈老板做代表安尼啊，吼。陈老板有去？哎呀，好啦好啦。陈老板有去啊？我是想讲，好啦，都全世界拢去，干啦，人个连菜头都去啊，你讲咪？菜头去啊？系啊。啊，无解冻呀，解冻安怎？这以后我讲啦。我今日连做伊哪个带你去啦？好啦好啦，我来带。好，你两个，你两个感动的，我个今日吼讲实在，啊，即我看到哈，啊，即节目认真作看，去录影都要认真看。咱哦，郑经理蔡幸娟哈，啊，即蔡幸娟郑经理主持的节目，确实咱哦万春龙的节目哈，确实哈，有恁两个主持实在哦，质感有够好，有够高的。无啦，你不要听啦。介绍我满百个粉丝啦。我今日你卖参加，你等下就好记啦。啊，我知啊，我知啊。尤其哦，郑经理哦，自从结婚完哈，唱歌吼，好实在讲。侬感情无同款啊？我较好听啦，本来就真好听呀啦。伊讲伊结婚了，歌写袂出来呢。我前几日学了个大麦学了啦，看唱歌白讲完啦。不，这是熟悉的代志啊，这是熟悉的代志。好好，我有甲 K 点的关联哦，那关键哦，真的是亦师亦友，亦朋友。伊而且我介这边，我感觉上介快乐就讲，伊是一个歌王。你唱歌，刚才我也是甲批评你啊。好，你优越感拢感觉出来了。你去敢批评？哎，我先敢批评啊！你唱歌，我还搁伫个那年那 monitor 搁那里看。我改个宣传讲，哎，你看叶大哥吼，伊上台顶吼，他那种巨星的那种，就歌手的那种魅力跟架势吼，就是拢无同款，就出来，伊拿了麦克风就出来啊，那吼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就是得唔知咩那回答。还是很迷人啊，他那个唱歌的感觉。你都讲台顶有五百舞群，还是讲变变个，还是还是讲家己唱拢同款，真厉害。拢同款呢，就是唱起感觉拢就好。最近我要去大陆。真侪人请你去开演唱会嘛？是我最近哈啊，我是要去大陆哈啊，再开演唱会，嘿，这体育场啊，一场就两万人演唱会啊，然后啊，其他像爱拼这样吼，会底下留嘛介久啊，啊，所以遐直直讲七八年前哈，啊，就直直讲啊呢，我们一直无法度去啊举办演唱会。哦，实是应该早都爱来去啊。系啦，你无去哦，真的有很多，我以前去过，但是他都对你的歌曲啊，对你这个人，真的大家拢充满了疑问。知道那个歌啦，可是不知道那个人啊。就想要看，拢看到台湾来，特别点人唱代表这样。哎，你阵伊就时间无去，伊拢伊咧蹲介绍嘛，蹲个哦，你感觉这介绍有够啊，伊就去啊。哦，蹲七八年哦。开玩笑，哥，我以前嘛知，今年无去别参嘛，明年就无办事了嘛，明年个蹲到去，人就无爱。嘛是有这情形啦，但是我哋啊，这七八年前、十多年前伫立法院服务哈，啊，对对，啊，无方便去啦哈，是啦，嘛是有影，是啊，你啊为国家做代志，啊嘛为咱台湾的听众做代志，啊，你啊个算代志未做？嗯，做这代志。我今嘛是吼活在这个一个清算自己。啊，生活了，清算自己哦，我清算自己。说真的，我们在这里露营哈，啊，嘻嘻哈哈哈，啊，但是哈，我人生哈起起伏伏啦，哦，成功的条件啊嘛是有爱拼才赢，哈，啊，这每一个人的成功啊的时阵，到失败嘛有失败时阵。沿路拢好朋友咧收，这个你收听啦哈。是啦，有啦，啊，我就想讲，像二十年前啊时阵，我嘛是哈啊跋倒去安尼哈，啊，等下个歌坛啊，陈老板就出一块唱片，二十年前出一块唱，什么歌？对，这
百万哈，诶，酬劳会加多啊，加多安尼啦，吼，安尼啊，所以就是人诶失落诶时阵哈，啊，就是吼，爱个当然咯，大家拢知影爱有家己即勇气啊，有朋友收，诶，朋友收听安尼啦，诶，啊，所以我人生起伏哦，介济，啊，我即马阿杜阿讲啊，讲我活在清算自己啊，哦，就是讲吼，我已经吼，我。我一定要成功呀！我有迄个机会吼，嘛做成功嘛，存足侪钱诶。像参加入政治，我也去加入吼政党，安尼我伫立委嘛要去做。但是你赢得尊敬啊！我感觉人生这是价值观的问题。那你讲跋倒，跋倒哪要紧？无人看到，管别个好啊，对不？可是他这个代价付出的也很大，付出他的整个家庭呢，还有事业。你讲是咩啊？做世界做，你会做个了钱是我，我一个啦。做个吼，无惊吼，无惊无搞，无爱搞我做诶。因为刘家芬老公实在，阮两个吼，伊就讲哦，我若选举吼，佮当选哦，嘛是两袖清风啦。吼，啊你若无当选吼，啊就是吼，嘛是愈凄惨啦。所以规个囡仔带去啦。啊，我过年哦有走去美国甲看啦。啊！我有登电，我伫贝加斯是表演的心，听讲伊坐伫台卡啦。你拄安尼讲哦，我马上送你一首诗。哦，两五清风酒一杯，名利富贵半空杯。好，安尼就好啦。阿彪嘞，阿彪阿彪，我阿彪收着啦。别当我只阿彪，你等我再讲讲你啊。无啊，即卖啊，做政治讲的意思吼，我能体会出来啦。名利富贵嘛是真重要啦，好不好？对啊，特别我这边不是在搞麻烦嘛，是办法。以后再看下集啦。好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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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甲伊唱歌拢去爱到伊哦，真的啊！我顶阵甲伊唱，我就讲伊就迷恋我咧。我咧甲你看了哟。这观众朋友啊，大家拢知影政治的功效诶，啊，那我们节目才能轻松。那当然了，来，即摆欣赏恁两个诶，什么歌曲？恋爱的家。你们两唱者，我特别去练好这个歌呢，还特别来甲伊唱。如何管大兄伺候一下？恋爱的家。就等恋爱车